大家好，还记得我其中一个视频有在介绍一个神秘的书吗？它是一本很神奇又奥妙的书。今天我又要介绍另一本神秘的书，这本书可以帮助你的孩子减少把时间花在这个平板电脑或者手机上面，他们可以把时间花在自修、自行学习。然后这本书我是在 Shopee 那边买的，如果你们有兴趣，你们可以去 Shopee 那边找找。不同的商家有不同的卖法，有些商家是你要买几本书，然后他就把这个笔赠送给你；有些是你买书，然后笔你要另外买；有些是你要至少买四套，他才赠送那个笔给你。然后这本书也是一样可以重复使用的哦。这个书的系列包含了笔顺、绘画、数学、英文，还有生字。它还有这一支是它的笔，然后这一支是它的心。那我先教大家如何来安装，就要把这个盖打开。这个心上面它有一个盖，要拿掉它，把这个心放在这个笔筒里面。就可以了。然后它有赠送一个这个握笔的，避免那个手指会痛。如果你需要用到它的话，哎，你可以放下去。就是这样。然后现在我来示范一下这个书是怎样用的。然后你可以看它的设计是已经有凹凸，然后可以反复使用。所以从这边你可以看它的设计真的是已经凹凸了，所以你只要跟住它的笔顺写下去就可以了。所以小孩子可以自行学习，然后跟着它这个凹凸的形状把字写下去，也是很简单。然后这一本书在你写的当额，然后它这边还有图案，会跟你介绍 AA 是代表什么。然后它每一面都有不同的教学方式，所以这边还有动物类，所以你可以跟你的孩子一起学习。然后这一边有一点这个教学，让你如何使用这个笔。A few moments later。
今天的分享就到此结束，喜欢我的视频记得按赞、订阅、分享、打开小铃铛，我们下个影片再见，拜拜。